再跟大家讲，我觉得呢，大家一定还是有一些些小小的问号，有这么神奇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要开放现场两个名额，我们让他们来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想呢，我来问一下这个问题好了哈。这个全球呢，唯一一个最棒的品牌呢，拥有这个 DNA 修复科技的品牌是哪一个人？知道吗？一二三。好，那位穿着桃红色美丽洋装的女孩，可以大声喊出来吗？是哪一个品牌呢？雅诗兰黛，麻烦你请来到我们的舞台前。漂亮，我还会再选一位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想要问一个这个最简单的问题，我们都知道呢，这全球销售第一呢，这个第一名的人气美妆品牌就是雅诗兰黛。在八月一号，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新品推出，可以帮您修复您的这个 DNA 再生。有人知道这支这个小棕瓶它的全名叫什么吗？一二三，还有后面那位穿白色洋装的小姐，长头发这位，来来。我说那个产品叫什么啊？来，大声一点，我们现场完全有大字报服务你哦。对，好，来跟这个 DNA 有关系的哦，来大声一点嘛。没错，我们的 DNA 特任再生超导修护乳，请来到舞台前。好啊，两位，来，那我想请两位到中间好吗？您好，请问您贵姓？陈小姐，另外一位呢？姓王。那我相信两位一定都是雅诗兰黛的爱用者，对不对？您知道我们这个小棕瓶很神奇吗？之前我听说过，使用过吗？千万不要听说，一定要拿来用，一定要体验，因为你用过之后觉得太神奇了。我还没有体验过这个终极超强版，但是之前呢，柬埔寨对我们都用过，我跟你讲，你会爱不释手。是，好，那马上呢，我们来请女神呢，来为我们这两位朋友这个体验一下喽，好不好？首先呢，我们先请天心呢，各挤呢这个一个滴管在他们的手背上，我们都用左手好吗？哈，那另外一只手不要擦拭哦，因为我们要来做一个比较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，那我们请呢天心，麻烦女神来为我们服务哈，来来来，不好意思，这位女孩，谢谢你。好，来另外一位，哎呦，被女神服务的感觉如何？好特别，我心跳加速的感觉。皮肤很好哦。对啊。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个擦拭了我们全新 DNA 特润再生超导修护露，擦在手上你的感觉是什么呢？现在的感觉就是还蛮舒服的，柔顺，然后不会觉得黏。感觉很快就吸收了哈，好，那马上你就要体验了哈，先不要擦到另外一只手哈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要请这两位小姐呢，跟我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，好，一样也请女神来为我们服务啦。好，那我们也一样请这位陈小姐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您体验的心情如何？我觉得它就是很快就吸收。会黏腻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因为可能一般人对一些精华就会感觉哎呦，就有一些黏腻的感觉，但是它吸收的非常非常的快速，而且我们有刚刚有讲过，它是呢全球唯一一个这个 DNA 再生，非常需要这一罐，因为它马上吸收哎，对不对？是，其实你跟我一样是需要强烈保湿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它还比较，看是我们都知道，其实它是一个启动的小陈，你很需要哦，小陈。手撑好，马上呢，我们就要请两只手都伸出来，好吗？这时候呢，我会在你们的两只手上都喷上水哦。然后我们要请我们的女神告诉大家看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不同。好的，哦，来来来，一样喷了这个一样大量的水之后哈，来可以告诉，来我们请这个往下好吗？来，两只手略微往下，其实很清楚的看到，你看。没有用到我们精华露的部分，完全是水就掉下去了。是没有使用我们这个小棕瓶修护露的朋友，水一直在往下滴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完全没办法不能吸收，但是神奇耶！那我要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喽、因为其实呢，我们这个最新的呢 DNA 特润再生超导修护露呢，它就是要帮我们的这个肌肤启动哦，那同时呢，可以帮您这个修护。在之后，如果您再擦任何的这个保养品呢，像是保湿啦，或是呢你这个肌肤所需要的保养品，它都可以帮你启动，打开那个开关，然后锁住，让它可以很好的吸收，不会像这样哦，这个全部都流失了，有没有？对哦，所以有没有很神奇啊？有，我
超级神奇的。会觉得今天很幸运来到现场哦。嗯，非常好。那等一下会赶快进去一下。小吴的推荐，小陈你非常需要。对呀、啊，好，那等一下也麻烦里面喽哈。我想这两位真的有点震撼到吓一跳哎哈。好，那我非常谢谢两位小姐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